是。然后在场的所有观众，其实我印象中的汪峰老师非常严肃，就是不苟言笑的一个人。说实话，其实我当时导演问我心目中导师的选项，您是排在最后一个的。然后因为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你，因为我其实承认自己的风格跟你的太不像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会是第一个冲下来的人。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激的地方。然后包括接下来的排练来说，在音乐方面非常严格，但是在私底下跟学员们也会在排练之前都来我们学员的房间里面跟大家聊会儿。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可以让大家就是说见到您不用这么紧张，可以放松的唱歌，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其他我也所以很难解释你到底为什么那一刻选的我。我还是不会说什么。不用，其实要冲下来就归我了的。反正最后就是真的特别谢谢汪峰老师。好，谢谢郑嘉文，二位，该你了。好的啊。我很开心来到这里，因为我认识很多厉害的歌手。然后，老师，我觉得你对我们有这个交流，有这个 connection， 我觉得，哇，没有很多歌手有这个机会可以有这个 experience， 所以，哇，我想说谢谢有这个舞台这个表演，认识很多厉害、特别、帅、漂亮的歌手，对。你是说的是他吗？对对对对对。谢谢阿瑞，最紧张的时刻来到了，请两位学员登上对决台。谁留下，谁离开？汪峰导师，请上台宣读结果。汪峰导师，请问你准备好了吗？马上，我再想一想。因为每一个战队，几位导师是了解的，每一个战队对于未来将要面对的对手，有的时候是特别错综复杂的一种情况。你准备好了吗？好，好。OK， 汪峰导师，稍后你要去以拥抱的方式决定谁淘汰。为什么？要先要拥抱。哇，这个。先要拥抱那个淘汰的。汪峰导师，你准备好了吗？没有。两位同学，在这之前我都曾经跟全员十名学员说过，去留不是你来这里的最重要的目的，明白？汪峰导师，去拥抱你要淘汰的学员。勇哥你口气，勇哥你太棒，勇哥你太棒了。这活儿不是，这活儿太难干了。新歌声，原创新歌声玫瑰花苞水，本节目由法兰琳卡玫瑰花苞水独家冠名，吃有机的，喝有机的，用自然护肤的法兰琳卡玫瑰花苞水。学员服装由唯品会呈现，下载唯品会 APP， 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新生代的微鲸互联网电视，好就是用来被更好打破的。本节目由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的中国人寿特别支持。在这之前我都曾经跟全员十名学员说过，去留不是你来这里的最重要的目的，明白？去拥抱你要淘汰的学员。这活儿不是，这活儿太难干了。这勇哥的口气啊，勇哥你口气，勇哥你太棒，勇哥你太棒了，你快去。准备好了，请做出你最后的选择。哇！好，
你会拥抱的是。对不起。让我们记住来自中国澳门的26岁的阿瑞，让我们恭喜郑嘉文第一个加入汪峰导师5强战队。郑嘉文有什么想说的？我就想说这不是一场淘汰赛，这是我们10强带给大家的演唱会，大家好好享受，谢谢。郑嘉文请登上荣耀之桥。现在出战的是刘雪静对决徐歌阳，邀请下一组对决的两位学员登场。有请来自广东深圳22岁的刘雪静，来自辽宁沈阳20岁的徐歌阳。歌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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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对决正式开始。Please.
请双方交换场地。想经历一片废墟，难以逃避。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这个夜晚？是否还要熄灭所有的期待？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意义。还要熄灭所有的期待。我怎奈？谢谢徐歌阳，汪峰导师。很开心，这两位学员在排练的时候，其实都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你们完成的非常棒。你可以注意到，像刚汪峰老师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小刘呢就会一直盯着汪峰老师，水汪汪的这样子看着他，那个小徐呢就是一直
小好像、对，好像很紧张。小徐好像一直都不敢看人，是吧？你不能以后总是害羞。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个性还蛮特别的，就是你觉得他会很害怕，但是他一开口就会吓到你的那种，是吧？完全就是有反差的。刘雪静，因为这首歌蛮多人翻唱的，嗯哼，他唱出自己的 See You Again 的味道，啊，唱出自己的风格。多，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蛮多人会上网去留下一个美好的视频，这样哈。小刘这个技术非常好啊。尤其又选了这一首名曲。汉哥，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徐歌阳又不看你了？你看看，徐歌阳又不看我，你看我。我觉得徐歌阳他唱歌没有很多技术可言，可是他就是来宣泄的，用我的唱歌把我所有的感觉表达出来。反正我觉得刘雪静在说这一部分呢，我也不想再恭维了，因为呢，我们队里还有一个万妮达，那是最强的，不一样。蔡健雅导师。我觉得今天雪静的表现非常棒，非常的稳，这个是我必须给你两个大拇指。徐歌阳对我来说，他的声音是一个 Alanis Morissette 跟 Avril Lavigne 的一个混搭，里面就是有一把劲儿，就有一种狂野，其实大家看不到的，只是你有时候要懂得去控制。我会选择徐歌阳。汪峰导师做最后的决定。雪静他很不容易，因为他大概排了两次排练之后我们决定给他换歌。其实他非常努力，这个版本的这首歌它可以体现你的一定的技巧，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的表演你应该开心。徐歌阳，我在排练的时候告诉他，你需要花70%练的是所有的主歌段，因为对于一个女生来讲那个太低了，有难为他的地方，但我觉得他不断的练习找到了这首歌应该如何表达主歌的那个方法。我很开心的是能看到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顶住了这么大的压力，呈现出来非常棒的自我，谢谢。来听听他们此刻的心声。刘雪静，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就是我来这边没关系，放松。我来这边认识了很多很棒的人，然后大家，我们梦之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很互帮互助的。然后每次箱子特别重，刘文天哥就会帮我拿，然后那个就老换歌，然后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的时候，蒋德豪就会抱着吉他然后跟我一起唱，然后就鼓励我，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挺幸福的。然后哎呀，我要笑。你又哭又笑的时候特别可爱，真的。然后我觉得汪峰老师不喜欢我才让我换歌，然后什么，我什么什么，他说你不喜欢他要他换歌啊。你太可恶了。没事，你继续说。然后后来老师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会给我发语音，然后还有那个链接，歌曲链接的视频，告诉我说这首换的新歌应该要这样唱。就我觉得汪峰老师就跟我想的好不一样啊。可以讲讲好不一样之前那个样子吗？我之前有点怕老师，然后但是我觉得老师教会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用感情。我觉得反正也不怕嘛，对吧？就是什么都不怕，就怕你肯学。你要肯学你就变得很无敌啊。所以谢谢老师。然后我想谢谢所有的导演组。哇，他这个变化太快了，
完全抓不住啊，哭笑就在眨眼之间呐、啊。你们他们说不要让我哭吗？没关系啊，要哭，对，要笑，随意，随意，随意。哎呀，我的心被他给弄得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然后还有轩哥，每次我爱丢东西。然后他们就跟着后面捡，哇，学馆主好可怜呐、啊，这个太狠了。没有，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我觉得，啊，这个舞台也这么美好，对吧？对，好厉害，可以。没有，他一直在控制自己。哇，对，所以我要笑着。我想真的谢谢老师。好，谢谢刘雪静，徐培阳。我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女人，然后我想说我到这里来，其实慌慌张张的就来了，也是一张白纸就来了，然后我在这里学会了很多东西，也感谢汪峰老师操心了，谢谢你，也感谢其他导师，谢谢。刘雪静、徐和阳，请登上对决台。一个爱哭爱笑的女孩，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女孩，她们在音乐上都很强大，将来我希望能够为你们的音乐更添一份力，这是我内心里觉得最有价值的，所以可以跟我携手并进到下一轮的是